来掌声一下伊琳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吉隆的伊琳。我是一位肾脏病人，我洗肾已经超过六年了。再讲过一次对吗？开玩笑的 Kevin， 你自己回去学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吓他。来，两个同事。刚刚听到了，刚刚没有。对，坐下来，你要吓到他，你不要笑。你跟中医前面的来，不要吓他，可以吗 ？OK。他那边不要。开玩笑的给你来，我是来自居然的伊利，我洗肾已经将近六年。我是从2011年开始洗肾的，然后在这个洗肾的日子里面呢、我是非常的沮丧跟痛苦的，因为我经常生病，然后经常进出医院，我已经做过三次的通波手术，因为我的血管很小，经常会阻塞，然后三次的癌检室，六次的动脉跟静脉的结合手术，所以你看我的手是到处都是拔，到处都是拔，到处都是拔的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你不进行手术，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洗肾，所以是一定要做的。然后，因为我没有正常，没有办法正常的洗肾，所以我毒素是非常的高的，体内的那个水分也很高，毒素高呢，就会造成我，经常会头晕。然后会呕吐，没有胃口，然后我也不就这是皮肤啦，女孩子就是爱美嘛。因为我毒素高后，那些毒素全部会发在我们的皮肤上面，会有红点，会很痒，很干燥，是尿毒，所以我的雀斑很深的，然后整个人是黑黑暗沉的，我已经是到那种地步，是说我不愿意去出门了，我已经很害怕了，后来在12月的时候啦，我的朋友 Terry， 他介绍我认识这个绿甲绿，他说你试试看呐、当时我就想很久，因为真的不便宜，因为我的洗肾费用已经很高了，我不可以再增加我先生的费用，大辛苦。然后让我决定试这个产品，是因为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医生告诉我，你要再这样子下去嘛，你再这样子下去哦，就算给你十年后得到一个肾，你身体那么差，我也不会给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洗肾的人我们一天只能摄取500到800 ml 水，就是这样的一小子。然后我就是心想，这样子，什么水对我最好？那我一下子就通了，你中没有？排毒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它可以修复我们的体内的细胞，然后我开始吃第一个月的时候，我的第三天罢了，我的皮肤的一点点消了。然后这个月里面呢，我是嗅到我的皮肤越来越滑，雀斑也开始浅了，人的那个气色也变好了。然后，我老公摸我的时候我了，因为我也很开心老公，对。然后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月啦，因为我水分多，造成我常常咳嗽，我咳嗽哦。医生就叫我每一天要去医院吸那个 gas 的，我是严重到这样的地步，然后咳嗽没有了。你们有看过咳嗽对不对？咳嗽没办法睡觉的，我现在睡得很好。然后再来就是胃口也变得很好，以前我老公每次带我去吃饭哦，叫了一大堆菜，结果我没有胃口的，他讲我扫他的兴，那没有，就是没有胃口。然后现在我胃口很好，吃的很多，然后因为我们喝水少嘛，排便自然就辛苦。可是自从我喝了乙中庙之后啦，我的排便天天都有，这是最好的。再来就是我没有办法出汗，
因为我们其实我已经没有小便了的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排汗。我又是很难出汗的人，可是我喝了鱼肉喵之后啦，我随便动一动我就满身汗了，其实就是很好哦，猫汗嘛，多汗排毒嘛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进展啊。最重要的是我从12月尾开始喝这个鱼肉喵，然后那时候我的报告，我们有个验血报告叫 URL， 就是你每天3个月的时候你会做一次验血报告，表示说你洗得干不干净。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喝的时候，我的报告是51.1，不及格的。然后我喝到现在，我的验血报告是76.3，医生讲非常好。啊，12月到现在8月，8个月的时间了。啊，所以真的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好。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啦，就是我喜胜的朋友，他们每天跟我在一起嘛，也知道也看过我以前的那个样子，所以他们现在看我越来越好，就每个都会跑来问我，你有在吃什么吗？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哦。然后他们这些朋友嘞说，也是可以试试看呐。现在很高兴的是说，他们每个市的人呐、啊，都跟我一样健康。我现在和已经达成了2张日本机票。所以我也是常常来这边练习，然后有时候顾客问到我一些什么问题，我都常常打电话给 Samson 啊、Diamond 啊、May 啊，还有 Carrie 我的上线呐、啊，问他们哦，然后他们给我的答案，我就快快回复给顾客。所以我很感谢这些上线每天在一旁协助我啦。然后我希望以后我会做得更好啊。好，谢谢 Carrie， 来给大家掌声。